大家晚上好，准备开课了啊。好了，时间到了。咱们就接着昨天往下讲啊，第九章常见的疑问和知识点问答，这些东西啊都是一些比较实用的什么问答。那么这个问答里有很多一些技巧，你这个都属于什么六爻预测的一些经典的东西啊，所以大家在这一块应该是吧用点心去体会体会啊。第一，子孙爻为福神，使用条件是什么？咱们经常说六爻中子孙爻福神。那么什么叫福神呢？就是平安、幸福、快乐之神。那么它的使用条件一般是以财爻为用神思路，它自然是元神，是福神。那么以及，但是你要除什么求官、求名、女厕、婚姻、丈夫之外的一切啊，除了什么求名、求官、女厕、婚姻、丈夫之外的一切，问平安呐、问什么财运呐、官运呐等等，所有的官运不行啊，等等所有的事都以子孙爻为福神，就除了我说这几个，剩下都是福神。因此，官鬼爻。因为此时以官鬼爻为鬼，如果子孙爻持世或子孙爻发动，正好克制了官鬼，这种情况下鬼就不再对人有害了。一般来说，测试以官鬼爻代表什么灾害、灾难、事端。那么子孙爻持世和子孙爻发动，正好用于什么克制这个鬼，所以子孙爻就成了福神。一般情况下，普通百姓喜欢子孙爻持世，喜欢见子孙在卦中发动。第二，女厕婚姻，子孙爻持世一定克夫吗？克夫在家吗？答：通常是如此，但也未必，可以说80-90%是这样的。但是任何断语都是有条件的。一般来说，女厕婚呢与子孙爻持世都是婚姻不顺的信息。在生时卦上信息更强，就是你出生年月日起的终生卦，那更明显。但在子孙爻绣球、空破、木绝，或者受动变爻子克，或者子合，或者动化回头克子，则不能克夫或者克夫解力。当卦中有财爻动可以通关时，子孙爻不但不克官，反而助夫。所以这个除了这几个条件，剩下都克服。第三，兄弟持世莫求财的使用条件，因为兄弟持世一般来说不要求财，属于忌神持世。那么他什么情况下是不能求财呢？他是有条件的。第一，兄弟要旺相，财要绣球，你肯定不行。第二，兄弟要发动，财要安静也不行。第三，父母爻发动，或者父兄同动一场空更不行，兄动化进化回头生，这都不行。财动化凶，这个化回头克不行。官不上卦碰木绝，你官不上卦就这个兄弟爻就没有制约了。或者官逢空木绝，这都属于兄弟没有制约，破财更多。官动化空。化破、化绝、化木、化回头客，这官使不上力了，兄弟就更猖狂了。这官复同动的，因为官复同动变成什么？官生父，父生兄了，这不行。在兄弟多而旺的，就这些都是兄弟持世莫求财，基本上都是。第四，官鬼持世申不安的使用条件，
当测平安或忧患之时，或者测出行时，因鬼是治你的，或者心中有鬼即不安，观鬼持事相就显出了不安。所以这个普通百姓啊，不是个观鬼持事，当官人求官的、求名的、求工作的、求婚姻的、求升学的，反而利益观鬼持事。除了这些，其他都不太利益。第五，财爻克时求必得，适用条件。如果为六进卦，其适用条件如下：财爻旺相有气，在行时胜克之，能行有幸有权利胜克是吗？这个职能的时候，第二，事爻必定是父母爻。那么你这个财爻克时必定父母爻，也旺相有气，或者是什么日渐胜福，能承得起财爻之克，就是财势的两旺。这是在进卦六进卦中。如果为动卦，卦中有其他动爻，使用条件是财爻旺相有气，或者戊气发动，再得自生胜福，临动变爻生。就是说什么叫自生？他发动了，化回头生，或者什么得动爻之生等等，或者其他变爻之生，三者又具其一者，能行使胜克之能。条件就是说他的有权胜，有胜克权。第二，事爻也旺相有气，或戊气，如果戊气再得日进行时的日胜福临呢，或者得动摇胜，或者得变摇回动，三者必须。总而言之，财爻具备胜克能力，事爻也具备不被克掉能力，所以肾和事都有胜克权，都有力量才行。就是这一句话，他说这么多就是这么一句话。第六，用神伏藏如何出伏？遇到下列情况之一会出现：一个伏神临月间，或者逢日冲，这都可以。伏神临日辰，伏神什么？逢月冲，废神逢月冲，废神逢日冲，废神被动摇冲，废神逢日合。这也是一种啊，这个福神得现呢，无非是什么日月冲，或者逢日月直和临，这个冲废神，冲福神，合废神，就这合福神没有用，就这些福神出现条件，但是你出现是否有用，真空了，震破了，你储福也不得用，只是是事情的阴气而已。第七，测婚姻难测卦兄弟持事是否和断其婚姻不顺。你兄弟为劫财之神呢，伤气之主，所以难测兄弟要持事，一般来说婚姻是不吉的信息啊。不急，多主伤气二婚之事，但与下列情形不宜兄断。第一，兄弟爻逢日月动变合住了，再卦逢六合，再个子孙爻旺动于卦中，可通贯兄财之官，兄不克财。这个凶财两旺，凶动化之损，财动化之损，这都可以。第五，事爻应爻斗临兄弟旺相，且旺相。第六，财临日月，财就直临日月。第七，兄弟要入木，不是人木，入木。
这些都没问题。嗯，再一个就是说，财和兄弟呀、事呀是相合关系的，这也可以啊。第八，子兄同动，子孙爻和兄弟爻同动。第九，进卦中在组合上呈连续相生，组合上是可以子孙往兄弟生子孙，子孙生财，这都没有事，是进卦中。第八，子孙此事千载万化化为尘，使用条件上测平安、测灾祸、测官司诉讼。他利于子孙爻持事，需要子孙要妄想持事，且父母要不发动，父母要发动克事也是有灾啊。所以啊，条件就是子孙爻妄想持事，父母爻不发动，千灾万祸化为尘。如果父母爻发动，那也不是千灾万祸化为尘，也照样遭灾。再有测圣学、测官运，那不是化为尘。测官运博官，测圣学呢不利圣学考学，所以这个不行，那就不是千灾万祸化为尘。分测什么事儿，所以总体来说，不管什么此事，用身此事则吉，忌身此事则凶。第九，测求财与财爻持事就能得财吗？答：未必。与下列情况未必就补财用。第一，财爻秀求月破日破又逢空，位置真空震破，这都不行。你持事空破不行。第二，六进卦事爻秀求，而兄弟爻妄想离应，这就是你财还是财爻秀求呗。第三，兄弟爻妄动，而子孙爻绣球不动，那你持事妄想也不好使。那兄弟爻妄动，子孙爻不动，不能同官；兄弟爻妄动，而官鬼爻绣球不动，那么子孙爻妄动，或兄弟爻妄动，或者子孙爻发动，或者是什么官鬼爻发动去克是吧？兄弟，这两个都可以，你这两个都不动就完了。第五，财爻绣球发动化回头客的，化空化聚月化木的，这都不行。财是在日月均为绣球，卦中无咎应，这都不行。总之，财爻绣球受克就不行，需要财爻妄想不受克，就这么一句话。只要财爻妄想不受克，求财容易。财爻绣球或者财爻绣克没有咎应就不行。所以有些东西总结就是一句话。第十，在测六爻预测时，如何区分病灾和伤灾？答：病灾和伤灾是有共性，即是同时直接作用人体，并能人体感到肉体痛苦的一种灾害。正因为有此共性，卦的信息也具有共性，很难加以区分。对于如何推断病灾，古圣进贤们总结了相当多经验，形成较为完整的论证体系。但如果对推断伤灾，目前仍在研究讨论阶段，经验不多，尚未形成独立的论证体系。仅提供如下几点供参考：第一，按照求测者对象区分，对体弱之人以断病为主，你看年龄；对年轻或体壮之人，考虑到不利信息，预示伤灾可能。这要区分是病与伤的直接运气，这是大前提。根据这个人的年求测者的年龄。第二，按照适应，也就是用神的旺衰来区分。如果衰而受克，多为病；如果旺而受克，考虑伤灾可能。所以忘了受克伤灾可能，率而受克呢多是病灾信息。第三，按照卦名风，有些卦爻辞带有伤的信息，如明夷卦、小过卦、闲卦、
还有什么凤卦，雷火凤泽善贤，嗯，还有怪卦，嗯，这个测卦中遇到这些卦，应考虑是伤灾的可能。这些卦，因为这卦都有上的提示。第四，按照爻变区分，如果卦中是用申午克，同时出现鬼化鬼、凶化凶、凶化鬼、鬼化凶，这词指动啊，等爻变情况，应考虑伤灾可能。反正鬼化鬼、凶化凶、凶化鬼、鬼化凶等等，凶鬼互化，这都可能伤灾。按照爻象区分，如果卦中出现母爻过旺，则戊己必反，过旺一折，应考虑伤灾的可能。第六，神煞的提示，如临白虎，白虎动于卦中，白虎动而克是用，就更凶了。如果是要再遇刑，这考虑伤灾，因为白虎主什么邪光这方面。这是一些问答一些技巧，哎。第十章，断定准，断呢定阴气诀窍啊，断卦定阴气诀窍。断阴气啊，有重病就解决重病，则是阴气；没有重病，看轻病。嗯，一般来说，这个六爻卦中啊，什么样是属于重病，什么样属于轻病？凡是逢空的、逢木的、逢合的、逢冲的，还有福神的这几个现象是重，它属于重病，所以空必带出空，逢木必带什么出木，逢合必带重开，逢冲必带合，逢福神呢必带什么出福，这是病，这是卦中什么最主要的重病。那么像有些动的、静的，还有旺衰的、旺的、弱的，还有复印的等等，这些病都属于轻病。在没有重病的时候，没有这个口目合送这些病的时候，你就找轻病当成病来治。如果是有重病，这些轻病就不算病。哎，就像一个人呐，你有癌症，得癌症了，那么你感冒病就不算个病，是不是？但是我没有病的时候，感冒病也是个病，也得治。所以什么是重，什么轻？所以卦中啊，有重病就解决重病，解决重病就是阴气，没有重病就看轻病。所以这个特别指简短几个字，寓意很深。哎，阴气判断技巧要看求测者的提供的条件。哎，多年未决之事，有些事啊是多年而没解决的事，你要按照年来推阴气。那么几个月未决的事按月推，月内的事情按日推，日内的事情就按时辰推，所以以此类推。这要看什么？你所测的事它的运行周期，咱们要根据这些事的什么它的运行周期来测。这个周期啊，它需要什么一个人的经验、社会经验和这件事的什么周期性。有些事情啊，求测者没有提供阴气单位，也就是说阴气的周期性，要根据事情发展的周期来判断啊，要结合求测者的求测态状态，我们还要结合什么求测者测站着问卦和坐着问卦。站着问卦都一般什么速度要快，因为它急，坐着问卦这阴气要慢要缓，那么是急匆匆的还是慢腾腾的，是来了就测还是唠一会儿嗑再测，这对断阴气迟缓有很
重要的作用，所以一定要看求测者的当时状态。当时状态很急促，那你这卦就按着什么速断。他是不着急，那么你就什么缓断。测气质何时贵子日，用神符必须带费冲符，带冲费或者冲符或者值日才回，临不能回，因为气质是唯一的，所以气质这个是唯一的。你比如说符的是子水，但是你现出现符的是子水出现亥，一般来说出现亥啊，不对，出现亥也说也算现，对不对？也像财爻出现，但是呢这气质不能回，为什么？亥不是气质，卦中显示只是气质，所以因为这个气质是唯一，这个人是不能换的。如果测款项何时到，用神符，这临也是应气。你比方说子水还是子水是款项，财要扶着，什么时候能给出现时候，亥日就能给，因为亥出现了就等于什么用神出符了，所以这临也是应气。所以测这个具体人的时候，临不是应气，只有值。测钱的时候，临是应气，因为给这个钱呢，你给哪一张都行，是不是？给哪一摞都行，只要数不差得了，对吧？但人不行啊，不是哪个女人出现都行，都是气质。所以起财代表财和女人嘛。在问应气时，不用看用神旺衰，只按用神状态断应气就可以了。所以你在问呢，人直接问你的应气，你用神绣球啊，不代表人不能回来，人家问的是什么时回来，直接就是按这个用神状态，是空啊还是木啊，还是逢合啊还是暗静啊等等，按照状态断应气。在问吉凶成败的时候，要看用神旺衰，这都是技巧啊。那么具体一些断应气的方法原则，就是按照状态理论，也是一种状态理论。静爻逢直逢冲，这个用神呢是静爻的时候，往往是逢直或者逢冲的时候，逢直也是引动，逢冲也是动。那么动爻逢直逢合的时候，如果是动爻是用神，这应气是什么？动爻逢直，直是动爻，或者什么动爻逢合的。这个入木呢，带楚木，用神入木带楚木，用神逢合呢，带冲，用神月破呢，带偏合。什么叫偏？就是直，或者什么合用神。直用神和合用神，用神寻空以出空或者逢冲来断，以出空或者逢冲来断，以冲空吧。化进神逢直逢合，用神化进神或者逢直逢合，化退神既逢直既直既冲。发退神呢，一般就是说灾难发生在什么用神化之，往往在直或者冲第一时候应在。用爻合柱既以冲之日断子，所以用神逢合就用冲来断，就合带冲嘛。用神妄想不动，
就以秤这一日月段子不动，这是小病，哎，这何是大病？不动是小病，在没有大病的时候看小病。应爻得时妄动，应爻得时得日月盛来妄动，又遇盛福者，又遇卦中盛福者，此为太旺，就日月也盛福，卦中又盛福，为太旺，即以什么木库月日单，就是封木库，谁的木库？封用神的木库来断应期，所以其实是用神呢得日月盛助，又得什么卦爻盛助，这叫太强太旺。一般是以用神封木，还有一个封合的啊，用神封合，这临门写自己记的啊。应爻法动风冲，位置冲突，以本日断子，这个时候就是值的日子。还有这里面写就是风和的日子，风和的日子啊，一个值一个和。应爻复印，一冲日月断子，复印嘛，你没变，一冲就是变化。用爻伏藏，即以处现之日，就是处现之日或者冲废神、冲福神的日段子。用爻法动风合，法动了被合，还有动风合、静风合、静风合，都是以冲的，只要风合都是以冲日的段。这个还很实用，就是卦中啊一个位移一个动爻发动，阴气也很可能就在动变之间，尤其动爻任意放，动变动爻或者变任意放值日或者月间，阴气往往在不当值的放，就比如啊，你这个五动化位化丑吧，五动化丑，那么丑是值月间，它的阴气很可能在什么？在五，这不当值那方，比方说子动化未，那个未值日间，阴气不在未，而在子那个动爻里，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是在不大多数是不在不当值那方啊。总之上面的符合你上面条件符合越多越是阴气，有时候断着卦它好几个毛病，毛病越多，那么你需要解决的问题就越多，故占卜啊经验之总结，合带冲，冲就带合，绝呢带胜，木带开的出木，破带补，破呢带什么？带合，带天时，哎，就是这么补，一个带合，一个天时，这种补。空带出巡，带出空，或者冲空，这里面写冲空啊。率带旺等方法，远断年月，近断日时，这根据什么？这个事情的周期来论。如果卦中动爻或者变爻值日或者月间，阴气往往都是在这个同位动变爻之上，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二看卦意，用神动变什么地址，阴气往往就在用神变爻的地址上，什么爻法动变用神，阴气很可能就在动爻的地址上。你或者谁动化用神，或者用神动化什么，有时候这也是这种情况，往往都是卦中啊有唯一个动爻时候，唯一一个动爻时候比较准，你如果动爻多了就不能这么看了。
这都是经验啊。看看啊，举例练习。哎呀妈，第一，前一基础问母亲何时能回信，就是打款。丑月乙未日，辰巳空，奉泽政府便坎位水卦。父母爻促爻是父母爻四火临应爻，化银木的法动，化银木临庆龙。二爻是冠归卯木临主穴。三爻是兄弟丑土临狗辰。四爻是什么？兄弟未土持事。五爻是财爻，不是，是父母四火在五爻，财爻伏在这个五爻的父母四火之下。六爻是冠归卯木法动，化财爻之水李玄武。问母亲何时能回信，就是何时能告诉他钱收到了。谁能判断一下？这个我估计很多人是断不准的。有说四日，有断寅日，有断申日。四日是值，寅日是动化寅啊。还有 C 段。这个很多人我估计啊，没有几个人能断准了。有段许日啊，还有谁判断一下？有断亥日。所以把十二个弟子都和他轮一遍，是不是？还有答吗？没有答，公布答案了。这是邮局汇款，是有日许时来电话。为啥是有日许时的？
为什么是有日呢？为什么这里有个知识点呢？这个知识点，短英期的知识点，在我这里没说。这主要看母亲的信息，母亲来信，这是母亲，这个母亲的元神发动了，元神发动以元神定英期，是不是？就不用看这个用神，看元神，元神呢？动，但是元神动入木，入木带楚木，什么时候楚木？正好是酉日，酉冲卯楚木，是不是？酉冲卯楚木了，戌时呢？又带合，动也是带合，咱就不用看戌时了，主要是日子，就是。主要是这个知识点就是说，这母亲什么时候来信？这母亲呢，这样发动了，但是卦中谁动了？元神发动，就母亲的，母亲的什么？元神发动，凡是元神发动，以元神定应期，看元神在卦中的状态。元神动带合，元神入木带楚木。那么这个动是病，但是没有什么病大，没有入木的病大，所以并不是直接就是戌日。因为动的病没有入木的病，入木是前面讲入木病最大，所以主要以入木为什么为病，所以需要冲开。冲除就是这个道理，这回明白吧？这就是一个知识点呢，你自己记一下啊。元神发动，以元神定一期，而不是看用神的。这是我通过大量实践总结出来，特别准。所以有时候你断卦能断的别人断不准，而你能断准，就是你有这个绝招，懂得这个道法。而这个账法我是通过大量实践总结出来。我让提一下。差一个。慢慢完了。再提一个，李二，还没提上，李二，粘快递何时能收到？就是快递啊，在15号已经从老家寄出来，是17号。现在的摇卦是17号摇的，15号即丑月戊戌日辰巳空，未济卦便雷水泄，促爻父母寅木临构辰，二爻是子孙辰土，三爻是兄弟无火持事，四爻是兄弟。是财爻有金，五爻是子孙未土，六爻是兄弟四火发动化戌土临主穴。看一看。快递。用神是什么？
快递用是什么？用的是父母招。用的应该是父母招。所以断一下。有段是许日或四日啊。有段是值林子日寅日啊。看看结果吧。近日甚时到。近日甚时到。为什么？就是今天正好是值变爻。是要七马动嘛，有一卦。这个是许值这个。值这个是吗？日见的，所以这个应气，你得从这看，值就是一个四限量，今天和这值，再一个就是它动化这个动带和肾时，你往其他的，因为快递啊，一般就是几天功夫，不可能你退的时间太久。因为它是有个周期，一般都是一个星期之内。所以正常快递都是现在基本上都是两三天三天左右，慢的也是四天左右。所以这永远要与什么与时俱进啊。慢，这都看着完了。就是母一有啊，测妻子出差何时能回来？癸亥月，癸未日是有空，是山水蒙变，风水换卦。初爻是父母寅木灵应爻，二爻是什么？子孙辰土，三爻是兄弟戊火，四爻是什么？子孙虚土持世，五爻是冠鬼子水发动化四火引腾蛇，六爻是父母寅木，
车妻子出差，何日能回来？那么这个也就是什么？我断他什么？后天有日用身得处，天时就能回来。那一有断，明日甚用身处现，又出空就能回来。看看这怎么事，用神呐、啊，福才要有尽，福在什么世爻子下。按正理说，甚日这临就得处，但是呢，这个日没回，甚日没回，结果就是结果是说，甚日东甚坐火车，有日回到家。有日才真正见着人儿，为什么是有呢？而不是甚呢？因为有啊是妻子，这卦中这妻子，甚虽然也是财。但不是妻子，不能见个女人就是妻子，是不是？妻子的这个人是唯一的。如果求测者问钱财什么时候拿回来，端甚日正确了。钱只要是真的，哪一张都无所谓，人就不行了。这属于判断阴气，要结合具体的事来论才更为精确。因为这个酉啊，这里卦显示酉才是妻子，而不是甚，不是见个女人到你家门口了。临时另一个，你家伙就落到家就开始睡觉，那你就出问题了，那不是你妻子。这就是你断事儿，一定要什么结合实际，结合具体事儿来论啊，这种思维要具备啊。那么癸未日第二天就是甚日，第三天就是酉日。好了，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个断阴气这个原则啊，你把我这个这些条条框框啊你理解了，然后啊这些东西都需要什么通过实践，大量的实践去体会，你才能什么真正的把它掌握住。所以有时候你听道理很容易，但是真正运用的时候确实需要什么一些经验和技巧，你得有卦感，得有感觉有直觉，加上什么一些理论加直觉共同啊。那么在断六爻中，除了按理论断，有一部分呢很多是感应的，这感应掉外界的什么万事万物，有时候在预测大时外界一个什么突然一个变化一个情况，就会预示这件事的什么结果。所以这就是外应的问题。所以我们断卦有时要结合什么外应来断事。很多事情啊有时候啊它都会有些预兆的。所以第十一章就是结合外应断卦，这个不能忽视啊。所以我们呢有时候啊可以弃卦不用，直接根据外应就能得出结果。你要实用的外应预测总结，外应啊是一个总的原则，要提取你这个外应要提取与所测的事相关联或者谐音类象。见吉则相吉，见凶则相凶，见破损事物必然破损破败，见圆满的事物事情应该圆满，听到欢笑事情必然有喜，
听到哭声必然什么爱愁不及，听到打斗吵闹谩骂声，事情必然受埋怨造是非口舌等等，这些都是判断外因一个根本大原则。判断外因就是见吉取吉相，见凶取凶相。你比如说测病，测一个人重病，测病在摇卦测的同时听到有人哭，那么这个病肯定不治了，基本上就要死，因为听到哭声。你把它测婚姻感情，或者测什么未婚两个人来测试，听到笑声必然喜结良缘，是不是？这就是听到笑声的嘛，听到哭声呢将来就是悲剧。所以这都是根据求测者求测当时外界突然发生的状况来提取这个外因。所以这个外因提取啊，一定是在你求测时和摇卦那个时候突然出现的什么非常态的信息。如果是常态信息你不能取，你比如说一直天晴，那么他求测的时候你往下天，哎，天晴，你取一个天晴的相，那不对。如果是阴天，一直阴天，你摇卦当时突然天晴了，你取这个，哎，这个事情就明朗，你取了行。或者一直在下雨，来的时候就下雨，你摇卦的时候突然停了，哎，这就可以取相。因为来的时候一直下雨，摇卦还下雨，那不能取下雨的相，因为它已经都是一直在常态在下雨，是不是？所以这个取相一定要取什么非常态，突然出现的什么非常态这个状态为外因啊。所以往往在你预测那个时候起卦的时候出现的外因最灵，在起卦的时候，或者你在断的时候正在思索的时候突然一个外相出现了，就是外因。你都断完了，引导好走出现一个相，你就别拿这个当外因了，因为它不是你摇卦当时和测卦那个时候出现的相，也就是不在你的断事的那个期间。所以这个外因一定在断事期间。有的人神经病，属于什么经病啊？自己坐的车也没有人求测，突然看到下雨他就取怪外因，完就断事，那就不是没病找病啊。那个外因出现是在你有人问事的时候突然出现的，没有人问事，突然下雨，突然有人哭着，突然出现一些情况，这个都不能你随时拿这个做一个吉凶去应个什么事，那就不准，因为没有人问卦。所以有不少人犯这个病，就是说时时看到外界出现突发状况，完了就去断事，没有事给他找事。这个很多的预测师都这么干过，脑袋就是可能就叫谁摸了，叫傻子摸了。我希望大伙不要那么做那种神经质的人啊。还有同种事项，同种项啊，测不同的事，吉凶含义不一样。比如说测疾病，遇到官财人必死，而测官运，遇到官财主升官，这都不一样。嗯，所以你在测卦的时候，测疾病遇到官财就这人死相，因为它和联系跟这个什么疾病得病死人它是有联系的，
测身官，那么这个官谐音就是官，和测求财遇到官财，这是不是也是遇到财，官财官财嘛，也是好事。所以呢，这求财求官遇到官财反而是好事，测病遇到官财不好。再非常关键的一条，取外因必须是在正在起卦或断卦时突然出现的变化的情况，你不能是别人没求卦而你去强意识去应事，那是不行的。好了，休息10分钟，8:05咱们再见啊。